起那一份感动的时候，因为音乐我感动了，然后也因为我唱出来的歌声，我唱出来的每一首歌感动很多的朋友，那这就是我们之间最纯粹的那个音乐。对对，所以才会把演唱会把它叫做纯粹，因为我觉得就一切都回归到最真实的张韶涵。对，是吧？为什么成都会在停战？我相信一定是万人齐唱的感觉。然后这是我对成都的印象，因为每一次的演唱啊，就是你会觉得所有的人跟着你唱那么一首歌的时候，就觉得哇塞，好感动哦！我就恨不得赶快把手机拿上去，然后把这个景象就是录下来，就是给大家想说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会儿啊，我来录一下，你来，你们预备唱，然后让大家来唱。我觉得好难忘的那个感觉哦，所以。对，我也很期待，就是即将要到来的这个10月31号，在成都的第一场首唱，我就希望我们到时候可以万人齐唱。哇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10月31号。对，其中一个是你的声音，有，绝对有，对，没有去触及到的一种角色。嗯，我目前还没有尝试过的应该是古装。哦，古装，古装，对，因为都时装剧比较多，而且现在好像还蛮盛行古装剧的。对，你看拍完好几个古装剧之后，就会出现一批的小鲜肉，一批的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姐是小鲜肉之一。对。